现在我要做一个企划，就是你快找不到女朋友，我跟你说。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到台中市西屯区这一间很面熟，对不对？就是以前我们在台中太平也有拍过临时场，他们开了分店，然后在西屯区。那住址我会打在上面给大家看，跟下面也会有这间店的连结。为什么我今天会来这里？因为有一个台北的朋友，也不算台北，高雄的朋友，他去了台北工作以后，跟我讲说他对临时很有兴趣，想要吃一下临时。那我今天就好好的带他来吃一下临时，我们来介绍他，这是我们的张林。很多人都敲碗说很久没看到我们两个一起拍了。对啊。那我就想说，他今天跟我说他喜欢吃临时，我就带他来这种临时场，展现一下我真正的技术给他看一下。少女都是甜食制作而成的。所以你喜欢吃甜的还是喜欢吃咸？我都喜欢，那你夹着我都爱。你讲的哦，那等一下我夹出来你要吃哦。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哦、我要寄的东西都小小那种冰单包单包的饼干，不是吗？哦，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记得开启我小铃铛，要、记得订阅一下。张力，开奖吧 ！Go go！ 顺便给老板唱一个。这就是你今天的娃娃车。好。还是你要坐里面？不要啦。这有限重吗？他啦，我绝对是坐不下啦。那我等一下夹一包给你啊，你要认真吃完，一包就好。一包就好。对 对，一包就好。你先答应我，你要吃完，不可以浪费。好。要确定哦。好。好，加油哦。好。好。我现在找一下有什么可以让你吃的会很有感觉的。不好吧？我吃的很有感觉什么意思？我怀疑你在开车。你喜欢吃洋芋片吗？吃啊。是洋葱圈的，洋葱圈又不是真正洋葱做的，你敢吃吗？我吃啊，确定哦？这不难啊，一包饼干吃完而已。现在带了这些零钱哦，不就一包吗？你要吃有辣还没辣的？我都可以。你现在有吃辣了？可以吃啊，我高雄小豆浆嘞，你换多少钱？几百块吧。啊，有一包了，不是把这包吃完而已吗？哦，你坐在那里吃，你就坐好好坐在那里吃就好，慢慢吃啊。然后我们继续夹，我夹我的饼干啊。现在我要做一个企划，就是他答应我他要吃完一包饼干，就是他打开以后开始吃，我就开始夹，我夹到什么就往那一包里面夹，然后让他一直吃。然后我现在比较好奇的是，那包不知道是咸的还是甜的，以一个正常的洋葱圈应该是带有一点咸味，所以我想说先来个豆子啊，加个豆子应该不错。有有有，那你觉得我们要先加还是要夹了几样然后去？再加一两洋芋片，再一个，再一个。啊？脆大呢？你脆大啊？我等一下再弄饮料给你，你慢慢吃哦，不要吃太快。啊？它脆大，有饮料吗？益美的，它厚奶茶、欸。怕一罐不够他喝。喂，怕你们口渴了。啊，这个好吃吗？好吃啊。好吃。你吃啊。那我们要夹几样啊？一直夹。讲到这个都夹不出来了。夹这不是很快乐吗？啊，我硬要夹这个。我跟你讲啊，自己夹不到就，我想着要把它丢到后面去，或者是滚出来。好了好了，有了有了。我想夹的时候就夹出来。对了，就不想要它才会给我。我们先去夹哈。你吃的怎样？好多，吃不完。你就答应我要吃完啊！我现在还要帮你夹饼干呢，我怕你吃不够、啊。你不是说一包吗？一包啊，你就把这一包吃完啊。好美，可以吧？你把这一包吃完没？阴谋论哎，你一包啊，你阴谋论哎，一包啦，可以啊，这两个不同口味，你吃看看哪一个比较好吃。我还想说，怎么可能一包就结束了？你阴谋论哎，你一包啊，你快找不到女朋友，我跟你说，拆了新的饼干放进去，然后跟我说这一包吃完，花多少钱？我现在没多少啊，这没多少，不要乱摸。满当当的，要摸到硬硬的东西，零钱。这是 Oreo 吗？巧克力棒，我夹看看。喂，
喂，我一定要想办法夹一包来弄它。你通常坚持的时候？好，不要，我不想要，等一下就要走了。我同你意思。有有，你要不要吃？我们除了给他以外，我们自己也要吃哎。找到 bug 了，这是。啊，一只两个。好好好，有了有了。哎、欸。它这个包装已经皱成这样了，它临死不屈耶，它是被那魔王哎，喂，哦，我是可以弄整台了。等一下，我如果把这个洞塞满，我 是可以跟老板说这一处是算我的，全部都在洞上面的。有有有两包辣的，我们绝对要让张李吃得开心，我们再来个500块吧。你再不吃，我要换1000块了哦。这样痛苦的不是我，痛苦的是张李。来 ，Oh no！ 换钱啦、啊，他想要夹啦，他想要夹，换钱给他夹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干嘛呢？用爪子去戳他，你看那个上面那个，我这样在戳，啊不是不是，就会一直往下。就是慢慢把它撸下来。对啊，或者是去夹别包。他刚是说他想喝美露。对啊。好，来来来。你看，你投10块，他最多也是出个1罐，除非是像这一次运气好，有可能2罐，也没有，也只有1罐，特门那个。这个好像有机会，还是吸油口味。现在都剩绿色的。这好像比较划算，小熊饼干可是要一直咬，然后让它变里面一球，那我们等下直接加一颗灌完给它。所以我就是要从现在开始，然后一直弄这样，是这样吗？应该超容易。这样麦克风会不会很吵？不是为什么？你如果再回去，我就会翻脸。好，我把上面障碍物都清开，这应该有机会。两个口味了，我是不是夹中间那个有机会一次两个？够了吧，夹6颗，吃完了没？等一下我看一下你还有多少。不要，我吃过，吃不完了。赶快吃啦！等一下你过来，来来来来，你刚夹这个饼干哈，来你吃呢，这个饼干，等一下。啊啊、等一下啦，那个是咸的，加了这个甜的应该还不错。嗯，嘎嘣脆啊，嘎嘣脆啊，好硬哎、欸，还蛮好吃的啊。哦，奶茶没了。奶茶没了。哎、欸，那边可以换冰的。哎、有啊，你也想吃？奶茶有冰的，你懂吗？然后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哎、欸，这蛮好吃的、欸。那个好吃啊。那我啊，可以。不好吃。好啦。那你刚跟我说你想吃冰嘛？走，我们去夹冰。应该有雪糕吧？哇！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巧克力的、欸。哎、欸，有了，那这个对不起张李了。哎、欸，应该够我们吃了吧？要拿一样的吗？还是我里面可以挑6只，任选就对了。任选自己喜欢吃
早说，我还为了巧克力。你刚讲什么？我好饱。那你现在在干嘛？我是说嘴巴说不要，身体很诚实的人，可以吧？是满足你了？我好满足啊！很满足啊！满到不行！满出来啊！溢出来了！那一包饼干快满出来！拜托你真的不要再讲了，真的不要再讲。投降了吗？我投降了。那你跟我打勾勾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我手切断，我截肢。你刚刚只有吃到绿色洋芋片，对不对？你没有吃到红色洋芋片。不要！可以啊，俊可以了。你要说我是小弱弱，我也可以接受。那你觉得这件还行吗？很好。好了，那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等一下再帮他加饼干。记得订阅张琳，记得订阅我的阿北出事啊！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你不要那开，你不要那开，你不要那开这个。没有，我怕你等一下回高雄路太远，在车上无聊，开心吗？满足吗？